那这王八蛋右肩就把我丢出去了。哎、欸，你干嘛是倒退啊？回来！哎哎哎哎！你是在故意害死我是不是？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 呀，终于回来啦，我们的原始恐惧模组啊。那在这之前呢，先跟各位讲一下啊，老头呢，1月26号以及1月28号，老头这两天呢，啊，都会前往这个台北国际电玩展啊，在台北世贸一馆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如果呢要跟老头冲撞打卡哦，或是见面拍个照，打卡应该不用啊，打卡是什么？哦，我不知道啊、哦，就是见面呢要拍一个照，或者是跟我碰撞一下，好、哦，欢迎这个时间点来。那1月28号那一天的话呢，11点到12点，早上的11点到12点啊、哦，老头呢会前往这个蝴蝶数位娱乐这个摊位呢。教大家如何玩这个方舟公园 VR、啊、可能各位已经有看到了，就是今天上传的影片里面有方舟公园 VR 的一些游玩过程。如果你们想亲自跟恐龙近距离接触的话呢，啊，别忘了啊，记得1月28号来找我，我教你怎么玩，好不好？那这就是稍微简便的一个电玩展的宣传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呢，啊，游戏一开始呢。也没有干嘛啦，就是一样是去外面看一下啊、新恐龙啊、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没抓嘛，想要抓抓不到的，像是那个骑着龙的猴子啊、还有其他的生物之类的。其实它这个方舟恐惧里面还是也、欸、不是方舟恐惧啊，它这个原始恐惧模组里面呢，还是有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啊，像是我刚刚所讲的嘛。恐龙那个猴子骑着恐龙的那一只、啊、其实还有很多很奇怪的恐龙、啊、这些应该都算是隐藏版啊，啊，因为我在看他的这个模组介绍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提及有这些奇怪的恐龙在、啊、都是这些讲过的什么毒系的啊，啊，属性光明与黑暗属性的，以及阿巴属性或者是什么啊什么传说级之类的，天空啊天空级的之类的。像是这个我们第一集遇到的这个也是特殊版本的、哦、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可以稍微去外面看一下，那等到我们恐龙越抓越多之后呢、哦、我可能会尝试要让他们做一下交配的动作、哦、看看可不可以生出一些特殊一点的宝宝、哦、像这个应该是不能生啦，因为他这边没有写开启巡逻模式交配、哦、有一些有写啊，像是这个有写开启巡逻模式来交配，这些应该都可以拿来交配啊。所以说呢，到后面我们恐龙越抓越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啊、让他们生小宝宝啊，让你们看一下小宝宝长什么样子啊，会不会是原版的我就不清楚了啊。不过我觉得还蛮应该还不错啦，好不好？那么废话不啰嗦哈，我们呢上一集呢没有办法打赢那只 Orange 的霸王龙嘛，这一次老头想要再度挑战一次。好、哦，我已经把我这只天空级的这个狮鹫兽呢，攻击已经点到了1000万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攻击点到2万，血量点到了1000万。那我们现在飞过去打看看，应该是打得赢啦，好不好？应该是啦，啊、哦，打赢他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取得他的血，就是 Orange 的血以及他的一些 Orange 的灵魂。那个到底是不是念 Orange 啊？我会不会一直念错啊？然后都没有人跟我讲，啊，那就很尴尬了。啊，应该是不会念错了。我看一下子弹是不是就知道了，子弹嘛。对啦 ，orange 嘛，对啊，没错没错，橘色的意思嘛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那废话不多说哈，我们现在就稍微去那个地方，好，我们再度挑战一次我们那只霸王龙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又回来到上一集的红树林哈，那我们看一下那只霸王龙在不在？啊，我记得我每次来到这个地方。我的电脑就会稍微有点延迟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小心翼翼。看到了，就在那里啊、哦，霸气登场有没有？每次一出现，它都会有那个很像防雾罩的东西出现啊、哦。这一只呢，哎，它没有显示性别，哎呦，雄性的12等，我觉得还是赢不了的感觉啊。哎，那边有一只那个顶尖的南方巨兽龙。有点想带回家，好，我们可以收集所有阶级的南方巨兽，感觉也不错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我这只先晕倒这一只好了，然后再去挑战那只 Orange 好了，好不好？先让它睡，先让它睡，
不要波及到我们就好，我把引过去。哎呀呀，哇，攻击那么高，哦，用俯冲的方式打，俯冲伤害蛮高的。一般攻击，哎，还可以啊。啊，那我刚刚算错了是不是？死吧！呀，反正他也没办法驯服嘛，就直接把他玩死就好了。死呢？啊，怎么没有显示血量呢？我血条没有拉出来啊，难怪。抱歉，没有拉血条。死吧！打死他，多收集一点他的灵魂，之后我们可以召唤最强大的 BOSS。啊，这些都收集材料元素啊。还好还好。哎呦哎呦，怎么突然点出来了？抱歉，吓我一跳。死吧！右键好像感觉伤害比较高哎、欸。西剑就没什么能力了，西剑伤害打一下而已。去吧！别！好，最后解决了。哇，拿东西超多哦哦哦！我拿到什么？我刚看那个金色是头盔，是不是？还是我看错了？不要吵啊！走开！不要在那边闹我！还是我看错了？哦，找到真的！呜！Orange 的头盔，哇，防御力9000多，装了装了装了，哇，原来打他们也会拿到装备哦，而且是高级的哎，感觉好爽哦。那我先前装备就不用修了啊。啊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拿到了这个算是召唤 BOSS 的其中一个的材料，然后这个是 Orange 的血，而且好像感觉一只只会给一个哦，感觉这个很珍贵啊。然后再 Orange 的灵魂 Solo。哦，哎、欸，好像有羽毛，哎、欸，这不是 Orange 的，对，就大概是这个样子，感觉蛮酷的，好吧？我们现在把那只暴龙叫醒。哦，这种顶尖的应该是直接吃大腿肉了，它没有特殊材料，啊，把它带回家收集啊。我们收集一票有没有？来，给你吃5个大腿肉，好，马上就起来了。好，那我觉得你应该先回去一下啊。先把你带回家啦，我觉得这个之后再说啊，拜拜。好，威力应该是差不多啦，只是更上一层楼而已啊。啊 ，OK， 那我们继续再稍微看一下，希望可以遇到上次我们找不到的那一只猴子，骑着那什么东西。等一下，我有看到很酷的东西哦，嘟嘟霸王龙在此，然后前面那一只是什么？哎，猿人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把我打下去啊！我不想再重蹈覆辙，被戴斯拉下水啊！那个戴斯啊，我记得昨天那一集死得很惨。刚开始的那个画面，有观众说：“我怎么感觉到有僵尸呢？”还蛮像的。刚开始一跳下来，有没有就往那个类似 RKO 这样跳下来那种摔跤擂台那种感觉？啊，还蛮有梗的。好吧，那这一只是什么？这只就是我所说的特殊恐龙啦，有没有？你看，那双手拿的电锯是杀人魔吧？怎么会有这种鬼东西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刚刚看到一个英文名字的，哎、欸，真的是还好有趣哦，这模组，哦，这个兔子。这个兔子难道也能抓吗？我上次被这兔子打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报仇。嘟嘟霸王龙刚不是也在附近吗？有在那边。我觉得那种就先不要理他了。哦，因为那一种是一般的霸王龙，好多兔子哦。怎么看这边一直跳好快，而且好小只哦。怎么办？一公一母，两只带回家感觉刚好哎。而且它会攻击哦，我上次被它咬死，对不对？来咬我啊！来啊，来啊来、啊、来、啊。哇，这个兔子，哪里有这么凶残的兔子啊？啊，这又是什么？哎，他把他弄死了。我觉得先让他们睡觉好不好？比较安全一点。哇！干戴斯，不要闹了！我看他飞过来，还好反应够快啊。好吧，我们先小心翼翼的，先把他弄晕。有了。这只先啦、啊，这只先啦、啊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它快要不行了，它需要我们的照料哦。
这个兔子先走开啊！现在非常的，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啊，算了算了，我应该是死不了了。这只要怎么喂？这只很特殊呢，难道吃彩虹吗？嗯，哎、欸，还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是也补太少了吧？哎、欸，它都吃哦。那这个应该是直接吃个大腿肉或者是蔬果之类的哦。哎、欸，大腿肉马上瞄起，哇，好酷哦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哦呦哎呦哎呦！大哥不要闹哦，我会生气哦！我靠，你把我丢出去，你找死啊！不要！哦，还好我们的施救兽把他弄死了。听话听话听话！啊、哦！这只也要先喂它吃一下传送门啊，哪怕到时候消失，好不好？然后我看一下哈，负重稍微点一下好了。哼，这个好好笑，哎、欸，不用啊，负重不需要，血量倒是需要点一下。哦，给它吃一点经验值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不能吃啊？不是啊，给错，这个是，这个完全没关联。好，我们给他吃一下这个好了。好，哦哦哦哦，补这么多、哦，这么屌哦！等一下攻击。哎，我看你有什么奇怪能力哦？你看超屌的，你看走路好慢啊，不喜欢。加太少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呀！哦呦，拿电锯锯了。C 键有没有功能？没功能。啊，你到底有什么用？右键把我丢出去了，丢出去而已，没什么意思啊！啊，来来来，再开一刀 ，fire！ 我觉得就只是一个 skin 的噱头而已，他没有其他特殊能力耶，真的，他只是个噱头。哦、啊，那这王八蛋右键就把我丢出去了。哎、欸，你干嘛一直倒退啊？回来！哎哎哎哎，你是在故意害死我是不是？怎么会有倒退啊？我的天啊，这个猿人有事吗？原来他想害我很久了，好讨厌啊！这猿人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啊，你是不是计划通啊？你别以为你戴着面具我就认不出你是猿人哦。你以为你拿着电锯我就怕你吗？我的头盔加9000防御哦，你砍不死我啦，好不好？算了，把你带回家好了。你也只不过啊，花钱花拳绣腿。虚张声势，还是没有我们的施救兽强。可恶，还有白兴奋了一场，好不好？我们遇到那奇怪的鬼东西，不管了，继续，我们继续找，继续找。哦，这边又来又来了，又来一只了啊！那个就算了，不抓了。啊，这只嘟嘟暴龙龙，阿法等级的嘟嘟暴龙龙。嗯，我们好像我们没有传送门吧？啊，有啦，我们有做五个，那么多、哦。可是我觉得如果是阿法，我宁愿抓顶尖的呢。算了，那阿法不要把他杀掉好了。啊，我们拿他的材料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筛选嘛。好、啊、像这个不能驯服，我真的也不知道拿来干嘛的。算了，我放弃了。那戴帽子的那一只，上一集因为他我死的好惨哦。哎呀，我们来到了雪地，啊，来看一下雪地好了。哦，这个仙境传说的这个地图真的大到一个不行。然后说真的，我勒不勒按错了，哎呦，差点摔死。哦，说真的，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开多人伺服器的，因为地图很大啊、哦。可是我觉得如果开50人伺服器，我跟你讲一定是卡，所以说我还是放弃了，因为我没有另外再组一台啊。就是如果真的要开多人伺服器，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你懂的。需要再弄一台主机哦，我没有这个预算，算了啊，因为开伺服器要钱哦。那如果香港跟马来西亚的观众想要玩啊，我的线路又太远，那只能租那个伺服器嘛。我记得好像开多人都租伺服器，连进来不叫不会累格吗？对啊，啊，可是这个租的话又额外费用，还是算了啊。有点打消这个念头了啦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啦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哦，风神翼龙，全部都是猛犸象哎、欸！我现在才发现，哇，是怎样？这个是《冰原历险记》要迁移的猛犸象是不是？
贼子打一打，拿他的血啊，来吧，嘣，250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再一次，啊，正义从天而降，哎，正义软掉了，哎，正义从天软掉，再来一次，哪里？正义从天而降，嘣，再来一次，正义从天而，从天而降。呀、yeah, ，空中秒杀，爽啊！感觉蛮屌的，有没有？啊，这边在打，从天而降，一次杀了你们两个小王八蛋，然后我着火了，我的燃烧伤害好高哦，把这全部杀一杀，全部把它杀掉。OK， 哎、欸，然后呢？哦，打完了。好吧，这里也没什么东西欸，没关系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猛犸象迁移啊，各种猛犸在这里出现了。哦，感觉好像没有延伸到雪山的感觉。那个原始恐惧模组好像没有牵扯到深山。哦，看到了，这只是，这只是什么呢？居然是。这种版本的这边也不能抓啊，我们把这杀掉，碍眼的家伙先杀了。这次真的是这种系列的，应该真的都是不能抓啦，因为它没有显示野生，通常都是无法驯服。哎、欸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哇，这戴斯刚是发电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哦，发电的是这一只啊，吓我一跳！哎、欸，这次我们这只的施救兽我们是不是没有啊？对吧、啊？这只我没有，它在干嘛？很会哦！哎、欸，干嘛？走开！你别别看，在看戏啊！你在那边闹啊！可恶，看不到了啊！这只要不要抓、啊？雄性的，而且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有吗？这一野楼开头的，我们好像他来了，他来了！我觉得先把它弄死。来哦，这里哦，来哦，看着我 ，Look at me， 先拜。哇！紧走，紧走，紧走。嗯，为什么他完全不想理我呢？我是不是没有魅力了 ？Look at me， 先拜。哦，算了，应该先咬他一下才行。完了，回血回好快哦。哎，我被烧伤。燃烧伤害还蛮痛的，说真的。Look at me， 先輩，俯冲伤害。Look at me。哦，我也有流血伤害。哦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。我把他杀掉，我把他杀掉了。我拿到传说级的鞋子了。我也快死了，我也快死了，补一下，补一下。那个该怎么讲啊？我们这种天空级是针对他们而设计的。我们的右键的这个蓝色的土龙袭呢，对他们来说可以造成强大的流血伤害。啊，各位刚刚有没有看到他的血刚狂撩？啊，非常的痛，真的很痛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刚刚打到一双传说的鞋子，加减穿一下。啊，我们又更硬了，而且它这个传说，哎、欸，这也是传说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两种传说不同情哎、欸，不同的那个规格哎、欸，这种传说是有耐久的，这种 Orange 是完全不会损坏的，所以说到时候我要收集一套完全 Orange 的钢铁全套，我就顶天立地了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啊，刚刚我们说我们要抓哪一只？那只死掉还是怎样？还在吗？哎、欸，这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看错吗？哇塞，孔雄嘟嘟嘟嘟孔雄，这个不抓不行了，我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，对不起我自己啊，这个带回家啦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，这什么鬼啊？等一下，这旁边这个危险，来先把它清掉，千万不要咬到我们要抓的东西啊，不然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来了！你
吃什么？你这家伙呢？大腿肉吗？孔雄嘛，吃肉嘛，起来。不是，哎、欸，是。这不是孔雄啊，大地懒啊。我靠，这样也行啊、哦。那个作者到底刻了多少啊、哦？我也来一点好了。你看他背上就有火山。这个大地懒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可恶，我没有他的安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可以直接起啊、哦。哦 ，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左键一般，右键是什么？右键跟左键是一样的东西啊，它在上面应该不会怎样啊。这只一样是给它吃传送门好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 ，C 键没功能，右键，嗯，我的感想呢？我的感想。他就只是跟那个谁一样啊，跟我们刚刚那一只猿人是一样的意思啊。我觉得应该要多添加一些能力之类的吧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可以召唤一些小兄弟啊，啊或什么诸如此类的。啊，你这样子就不有趣了。你看 C 键没有功能，那你还能干嘛？哦，真的有点可惜，只是比较酷炫一点而已啊。啊，能力上的话我是不清楚啊。干。推屁推哦！你是在推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卡住了。坐下，恩爱的一家亲，看见了没有？哇，好恩爱啊、哦，坐在一起，超酷的。哎、欸，我们还要抓什么？我想一下，猿人嘛，猿人就算了，不理他。哦，这两个蛮 cute 的，走开，不要打扰人家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正在联谊相亲的时间，你不要在那边啊、哦。好，他们准备要结成联谊了。啊、哦，新的一对非常好，好的，我们看看是什么东西要看的、啊。南方巨兽，我觉得就不用了吧。顶尖的应该也是一样，一如往常，啊、哦，只是比较大只而已。它跟南方巨兽龙那一只应该是，应该是这只会比较大只，那一只会比较小只。而且我现在没有它的安啊，有点困扰啊。我看一下好了，打一下英文字，果然没有。果然没有啊！算了，坐一下好了啦。不要说我对他们不好，好不好？坐一下，坐一下。Oh yeah！ 嗯，很可以，很可以。Oh my god， 掉下去了。No！ 哎、欸，哦，我又上来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好像这一只比较大只哦。Galley， 嗯，右键，一样是没变啦、啊。啊，应该是可以直接踩死他们啊！啊，不行，这个应该依照南方巨兽龙的一个特性，它应该也是会有流血伤害，我是这么猜想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果然这只比较大只，好吧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探索差不多到这里为止了哈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再看之后要干嘛吧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我的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下方留我这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原始恐惧模组再见了，拜拜。